對佢哋團隊嘅意見覺得非常之正面，因為我覺得有團隊落嚟嘅時候咧，可以俾我哋一啲信心，咁所以可能真係需要中央各方面嘅支持，或者提供一啲物資上嘅協助。咁有透過啲咁物資上嘅協助嘅時候，亦都理解埋佢哋應該可以點樣可以減低啲重症嘅話，我覺得對於香港市民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咯，同幫助。